叫卡拍照开始。终于轮到我了，太好了！还愣着干嘛？走开！站住！姿势都没摆好就怕了啊？化妆三小时，拍照三秒钟。姐姐不做男人婆，要斯文，要温柔，要淑女。怎么办？那好紧张，我一定要把自己的脸拍得瘦一点。哎，那脸圆圆的女同学，大女儿。这就拍好了。我的照片拍得跟个傻妞一样，你们的呢？看看这样的照片。